真的哦，他这么帅呀、啊！哈哈，这么帅哦、啊！五花，选一个，哎呀，好，没关系。要保护好哎、欸，好，他是国宝哎、欸。国宝，有这么老？好，今天参加我们要夜航的夜滑的所有的教练跟选手，那今天是我们的夜滑的第一场，那也是今年观光局首创有这个夜间的划船哈。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经验，所以各位选手跟我们这个教练，大家一起加油啊！那我也会跟大家一起下去滑。好，好，谢谢。节目呢？真的哈、哦，有，很像。再可以吗？我们再有点经费，就变成 Running Man 了。对啊，对啊，对啊。好，来，看一下我这边啊，看，这样看一下那个。好，来协助一下，好不好？灯太亮了哈，灯太亮了哈。然后呢？先看我们再下去好了。没关系，坐着可以看我们。好。直接拍一张哦。好，先吃一下。玉池，玉池。看多漂亮的月亮。
集中点，就是把灯这样子。来啦，我这个点前面集合，再打。红的，往中间滑，现在就把游客叫过来啊。这边，这边。这台好，对不对？就在那边，怎么打算？好，可以再靠近一点吗？好，好，各位往这边靠拢啊！急刹车，刹车！哎，小心，小心！好，好，就在靠近，好，就在靠近啊！大家好，这次就爱水高雄的活动在莲池潭这边，白天有独木舟、立式划桨跟龙舟板的部分。那立式划桨的话是国内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活动哦，那它可以站着划、坐着划或是趴着都可以。那龙舟板就是比较大型的立式划桨，一次可以坐八个大人。那晚上的话，我们今年那个观光局配合观光局，第一次办理夜划的哦，首次的夜划的活动。那晚上可以划夜划独木舟，那旁边还有 LED， 那拍起来很漂亮。那这个要练多久才可以下海啊？其实大概只要练习个15到20分钟，大概就可以到这种平均水域去划。我说开出去又开不回来。现在没有风没有浪，这个应该也不会划不回来。加、啊、对是。好控制吗？蛮好控制的，因为现在没有风。那、现在有没有什么年纪啊或者身高体重的限制啊？独木舟比较没有太多的限制，不过立式划桨的话，因为怕它划桨力量不够，所以我们如果是立式划桨，是建议大概140-150公分以上，它的力量比较够。那独木舟的话，大概5-6岁以上就可以坐在上面了，那很适合亲子一起来玩。那目前来玩是不是要预约还是现场就可以报名？我们目前有预约跟现场报名都有一半的名额，对，是。一个梯次，白天的话是12艘独木舟跟10个立式划桨跟一个龙舟板，龙舟板可以8个大人。哦，所以一次出去的话可以多玩多久时间？一个小时，含教学，对，含教学一个小时。这样很过瘾。是，而且完全免费哦，都是由观光局所主办的。现在免费啊？对，完全免费。哎，是，哎，可以凭那个捐5张发票就可以参加活动。是。有什么技巧？SUP， 那我们主要就是要平衡，然后在桨上，我们在板上要保持平衡，所以等于说我们要自己的重心，对，重心要站稳这样。重心哦。对。我们以正中心，然后站稳这样子。啊，左右摇吗？还是摇一边而已？左右其实我们不用摇晃，因为正常的话就是你在前进的时候就是尽量就是身体有一点就是下、下方会不会手会很吃力啊？不会，因为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的只要我们的平衡站稳的话，滑这个是很轻松的。啊，像我身高这么高，站起来一定不平稳，怎么办？其实这个是站着滑、坐着滑、跪着滑都可以，都可以就对了。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主要就是以你自己觉得你重心平衡的位置这样。站
站着比较过瘾呢。这 SUP 的那个 CP 值真的很高啊。是哦。对。啊、坐着也可以就对。做瑜伽，对，我本身就是教瑜伽、哦、，SUP 瑜伽、哦、，SUP 又高。要来个动作吗？可以啊，因为他的动作你只要平衡啊。你讲要不要给我？只要平衡他的动作都可以。等一下，我帮你打光。因为我们都是教练群一起来滑，所以这只要能够你在板上能够平衡，只要做到他的平衡。就是你脚有绑一个绳子，对，我们后面是要绑一个那个脚绳，那个掉下去也可以抓回来，对，做一个脚绳是要。电话有带在身上吗？没有，在我这边。哦。预防我们如果落板的时候，然后可以把它拉回来。对。在水里面要爬上去船，好不好爬？我们爬上来之后，我们一定是先抱上板，对，然后这样会比较重心稳。还是可以。对。所以在那上面是。不会很紧张就对了，还是很稳定就对了。不会，我们只要放松，然后你就是放松的状态滑，站着滑、坐着滑、躺着滑都可以。然后这个也可以激流泛舟，对，都 CP 值很高。在这个水面上这样好凉快，感觉。对，真的，因为诗情画意的感觉。是，还可以一边吃月饼。我们上次就是边赏月，然后边吃月饼，然后。你可不可以一边滑唱一首歌给我们听？啊，这样很过瘾啊，陶醉一下。对啊，真的很值得民众一起来参与这样。对对。是非常好的活动，希望能够带动全民一起来。哦。那像现在莲池潭这么漂亮的夜景，对啊，很适合我们装 LED 灯夜滑。哦，对，非常漂亮。高雄好幸福，对不对？对。好，谢谢。谢谢，加油，谢谢。好不好玩？好玩，好玩哦！会不会怕？会不会怕？不会，不会怕，不会，很安全就对了。对，好过瘾，第一次晚上出海就对了。有没有过瘾？有。在海里面看莲池潭的感觉好不好？好，还不错，很漂亮，很漂亮哈。对，超漂亮的。还有没有谁会晕船？没有。没有晕船啊？不会。我都不会晕船啊。不会。哪一个最怕叫很大声的？哈哈哈哈哈。谁叫很大声？有没有叫？没有。很安全嘛，哈。安全。很安全哈。好。超好玩的，对不对？对，超好玩。好。Yeah.
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在莲池潭上夜滑。我们从这个湖上看到我们的高雄，看到我们的龙虎塔跟我们的这一些夜景，真的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还有看到月亮。那这个夜滑呢，真的是我觉得是不错的体验，而且晚上非常的凉爽。所以我想高雄有这么漂亮的水域，我觉得以后呢，我们应该要多多的推广这样的一个在夜间航行的一个这样的活动。对，那我当搭的是刚划的是独木舟，我们刚从艇库这里出发，一直划到我们的这个龙虎塔。对，那沿路呢都看起来就是从湖上看岸上的景色是非常不同的。那我们这次这个活动呢，今天的夜滑，那接下来因为我们的活动到10月22号，所以我在这里要请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喜欢水上运动的朋友，不要错失这个机会，把握时间，在10月22号以前的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还是有这一些这个水域的活动。好，那我们在水域活动除了莲池潭，还有爱河，还有金石湖，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来参加。那我们这个水上活动呢，要滑行之前，要航行之前，我们都会先做这样的一个上课，好，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学员都有一个正确的对水域在进行活动的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是确保安全才让他们下水。那另外我们除了这样体验式的夜滑、体验式的水域的活动以外，我们还有这个专业的长途这个航行的认证，所以我们也希望专业的朋友能够到我们高雄的水域来体验长途航行的这样的乐趣。好，我想这个体力上，对，因为没有常常运动，但是还好啦，就是有运动到，然后有流汗这样。还是有流汗哦。当然哦。达到运动的效果了。当然啊，当然了、啊，当然啊。好，没听到你的歌声了哈。对，很棒。好，谢谢。水域活动超棒的，然后尤其能够在晚上的时候来夜游莲池潭，是今年的首创，所以我们特别报名来参加，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大家可以一起就爱水高雄。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要看莲池潭的夜景，因为从水上看实在是太特别了。因为每次都是在码头上散步，那能够用独木舟，而且是高雄最特别的水域活动，超棒的。我们希望大小朋友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加。这是有年龄限制，蛮可惜的。对对对，啊，因为他们是以安全为考量，对啊，所以说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注意水域的安全。好，所以我们的小朋友是在岸上看，所以说告诉他们其实要有一定的年龄跟救生的安全知识才能下水玩的，也是超棒的啦。不会，莲池潭去年小朋友参加在水上的活动也是超不错的，因为莲池潭的水算干净。对，水算干净，没有异味。对，对，超享受的，超幸福的，幸福城市，超赞的。